请师傅用餐。请师傅慈悲，大众法师慈悲开示阿弥陀佛。好了，我们来。来，你们先坐着吃吧。来，待会儿再放没关系。那个广善法师就对，来，你们坐下来吧。你先坐，坐着吃，先不放哎。来，好，感恩。因为要说法的关系啊，所以我们会有韩诗语的这一条罪，对不起，都会放，谢谢。